这是你叫的东西，我是怕你不方便啊，我就给你放在放这儿了啊。玉哥，哎，哎呦，你是不是哪儿不？哎呦，这怎么都血呀？啊，伤着哪儿了？是不是？走，我送你去医院。来来来，走。没有，没事。不行，这得去医院，这个。我哪儿都没伤着。什么？我是没着床。 有点感觉，我这不买了药吗？我吃完躺两天就好了。帮我倒杯水吧，我吃个止疼片。 洛家商学院拥有全世界最新的专业资讯和商业文献，有各行各业拥有丰富行业经验的顾问团队，并且呢，我们还聘请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师资任教。我们的课程啊，是精选全世界各行各业的经典商业案例，并且呢，每年都会更新。课程的设计啊，都是从实践出发。 我非常确信，大家在这里经过系统的培训之后，一定会获得更丰富的知识，建立更广阔的人际网络，为你们的职业生涯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好。下面呢，有请本届的学员代表宋潇先生。 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这么热烈的掌声啊！我一直跟何院长讲啊，我是来学习的，我就想安安静静的做个小学生。哎，你放心啊，这回不让你当导师了，我们的费用啊已经用完了。哎呦，那我就放心了啊。说真的啊，当时啊看到名单里有他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，哎呀，这一届的导师够强大的呀。结果呀，助理告诉我，他。 是学员，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，自骆家商学院创办起，我就一直梦想着来朝圣。今天夙愿终于实现了，爸，早。 1831111，这乐乐写的，这是幼儿园的。
组织去挖红薯，我怕他把你的电话号码给弄丢了，回不来。不是爸，你要教就好好教，整一大反三。大反三也是三，能找回家就行。这乐乐明年又上小学了，这三还写不明白呢，这到了好学校也是垫底儿。不行，我得把他这毛病扳回来。你要当心了啊！当心啥？你媳妇儿最近心不在焉。哎，你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？你知道什么事儿了？哎，这一个人呐，对一个人的态度啊，一看就明白。不是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挑拨离间？家主怎么我了？又怎么您了？正好今天家里没人啊，就咱爷俩。咱俩好好唠唠啊！您有啥不满意了，都说一说。你媳妇儿啊，最近总不着家。她忙，她工作忙，她那纪录片快开机了，又得写分镜，又得找钱，又得出差，她能着家吗？不是，你是不是还是因为没过生日那事儿不高兴啊？哎，没有啊。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？那假如他自己生日他都记不住，十年如一日的给您生日这么张罗着，就差这一年您就过不去了。你以后别给我递这小话啊，我不爱听。下一位，有请鼎铭传媒纪录片策划人何家如。大家好，我叫何家如，来自鼎铭传媒，我是一名纪录片策划人。我刚刚听到各位同学的自我介绍以后，我严重怀疑我来到了一个慈善晚宴。各位同学是慈善家，而我呢，是帮扶对象。我之所以可以站在这儿，应该感谢我领导的选择恐惧症。因为他的手下实在都太优秀了，把这个机会让给谁都会得罪人，索性呢就给一个最不起眼、最不招人待见的，所以，我来了。我不知道我的领导对我在这儿的学业有什么期待，或许他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期待，只是希望减少在公司看见我的机会吧。但是我对我自己还是有期待的。我的偶像是世界纪录片大师弗雷德里克·怀斯曼，我的终极梦想是拍出像他的《法律与秩序》那样传世的纪录片。谢谢。下面有请盛源集团的 CEO 马骏上台。哎喂，咋样了？昨天怎么回事啊？你干啥坏事了？你干嘛呀？那听我说，那今天来公司吗？哎呦，我今天肯定是过不去了。那个，明天看看情况呗。小子，你骗我！你在超市呢吧？我骗你什么了？我又没说我们在超市。怎么着，生病了还不吃不喝了？不是，你这人真没劲啊！让我帮你撒谎，你还不跟我交底，你是兄弟吗？哎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这儿有急事儿呢啊。上班啊！啊，袁姐回来了。哎，挺好，小别胜新婚，就是日子不太赶巧。
行，那你忙去吧，我走了啊。你还需要点什么？哦，不需要，谢谢。我去跟朋友打个招呼。好，你坐。何同学。哦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您。我姓宋，宋潇。宋总，你好。看来我确实很难令人印象深刻呀。不是，我脸盲，就挺严重的。我敬您一杯。你这是下逐客令？哦，没有。我是以为您还要去下一桌。那您坐会儿。谢谢邀请。哦，那坐。您放着。谢谢。宋总，我胃不太好，不能喝那么多酒。没关系，我干了，你随意。你胃不好啊，别逞强。聊聊天儿就行。谢谢。何同学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啊。神人可烦了，那人天天说这说那。小妹，我先挂了啊。给谁打电话呢？啊？怎么不敲门啊？你有这打电话的时间，你早点睡吧。啊？你明天还上学呢，你。知道了。知道。哎，你知道你老让我催你干什么呀？你。哎，你还真知道啊！你是万能，你不用给我管。我儿子明年就上小学了，现在还到处招猫逗狗的，跟个大傻子似的，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。小孩嘛，都随妈妈。哎呀，我们是，我公公跟我们住在一起。我公公以前是学校食堂的厨师。做饭特别好吃。我自从嫁给我老公以后，我就没瘦过。我年轻的时候都不到100斤。谢谢。一个女人跟刚认识的男人就大谈特谈她的孩子，还有她孩子的爸，还有她孩子的爸的爸，分明就是滚蛋吧，别烦我的意思吧。不是，宋总，您误会了，我就是您刚才问我家住在哪儿，我就顺道就都说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想
顺路送你。不用，不用，我打车，打车可方便了。你喝多了？我没喝多，我不信我给你走个十道试试。哎，走走走，看啊，看，值吧，是不是值的？没事没事没事。真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胃真的不好，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？没事儿，我回去睡一晚上就好了。你吐出来就好了，没事儿。没事儿，好着呢。不是，没事儿，没关系。你想吐就吐。真的没事儿，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那礼尚往来，我也介绍一下我的情况。我离异三年，目前单身，有个14岁的女儿，跟前妻移民加拿大。您单身啊？那你有再婚的打算吗？我当然想再找一个知心的伴侣，但是一直没遇到合适。就。您介不介意就有婚史的，然后带个孩子，男孩。你要为我离婚？不是，聪聪，您开什么玩笑啊？逗我玩？不是，就是，我是觉得啊，就像您这么优秀的肥水，不能流到外人田里。我家有田，我闺蜜叫甜甜。特别好看，身材也好，又会做饭。如果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啊，他离婚手续很快就能办下来。你想给我介绍女朋友？您就喜欢什么类型的？身材高挑，眼睛大大的，不娇柔造作，没什么心眼。成了，就是我闺蜜，她就这样。个子又高挑，还瘦，好看，长得好看不说，人还特别好，特别仗义。我跟你说，又会做饭，做好多好吃的，就怎么说呢？就觉得今天就是遇见您就是缘分，你知道吗？您回头见了就知道。宋总，哎，你慢点，你慢点。真没事儿，不用送，不用送。当我闺蜜手续办下来，我就给你2000，谢啊，缘分。缘分，缘分。哎，我送你进去吧。哎，不用送，不用送，让别人看不好。不用送，我什么事儿没有啊？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回去吧。好好好，拜拜。缘分，缘分，缘分，缘分。来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怎么了？又喝酒了？不，你这不开学典礼吗？怎么喝上酒了？你放心，别喝多少。你真行，你。小点声，别让爸听见。爸不在家，你这吃着胃药，你再喝着酒，几个菜喝成这样？那是没办法，大老板请我，我总不能不喝呀。哪个大老板啊？都是大，可有钱了。那有钱人怎么那么坏呀？你自己啥量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啊？让你干你就干。他们能给投资啊？哎，这可说不准啊！算了，就那帮油腻中老年，
到商学院就是为了泡你们这帮小姑娘的，巴不得你们都喝多呢。你就是小心眼儿，他们都是正经人。再说，就算不正经，也不会不正经到我头上吧？是你年纪是大，架不住你脑仁小。你脑仁小，你全家脑仁都小。行了行了啊，我没要求你对我三从四德，你别觉得你婆家祖坟呢。嗯，来，把药吃，胃能舒服点。不会是头孢吧？我费那劲呢，鹤顶红。别呛着啊，慢点。这次我不。这续的也太快了。干嘛呢？哎呦，这大半夜你想吓死谁呀？那洗衣服呢？我找你谈谈。嗯，谈什么呀？你这大半夜的，人小区不让挖土啊？那不长记性啊？没被罚够啊？路边挖的。你抽烟了？嗯，刚刚。您这啥烦心事儿啊？戒了十年的烟又捡起来了。这个坐坐。你那房子怎么着了？挺好的，钱交上去了，就等着办手续了。房本啊？哎，这写谁的名儿？当然是写我跟佳如啊。哦，您也想加上去啊？也行，反正您就有这么一个儿子，怎么着？你还想马上再给我找一后妈呀？这张伯不是这意思，是这房子啊，我们家出钱多一点，这房本的名字就写你一个人就行了。那怎么行？我丈母娘还出20多万呢，你再加上佳如挣的，算上奖金比我还多呢。你丈母娘那钱是要还的，你爹这钱是送给你的。你的钱我也还，连本带利啊！哎呀，这混小子！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啊，你要想着给自己啊留条退路啊！不是爸，两口子过日子总留什么退路啊？想过就一心一过，不想过就一拍两散啊！这一门心思往前奔都累得呼哧带喘的，还留退路？不是爸，我问问你，你跟我妈那时候你留了多少退路？不会咱们家在阿联酋还有一口油井呢吧？这想得美！不是，你就听你爹这一回行不行？晚了，过户手续已经提上去了，房本都快下来了，来不及了。真的？不是你忽悠我？我忽悠你干嘛？保洁阿姨都进去开荒了，你等收拾完吧啊！我带着您啊，亲自去看一看，行不？爸，没别的事儿了吧？我先回去睡觉了啊。别抽了。说了半天白说。你怎么还是一脑门的官司？我老觉得吧，那两口子有事儿瞒着我。嘿，我真服你了，有时间瞎琢磨。哎，不如到你的新家看看，探个究竟，探个所以然呢。你这拿这么多东西不方便。再说了，我也没钥匙。甭找借口，你儿子说了，保洁阿姨都进去开荒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怕你琢磨这事儿？最后验证了，你家这房子到底买没买呀？怎么没买呢？你看这钱都交了，那房子就是我们的。这那你怕什么？我怕什么？我有什么可怕的？我带你去看看去，走走走走走。看新房子去了。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呀？自作主张，讨厌。你跟同事开会，又不是跟外人。同事开会就可以迟到了，熟人之间就可以不互相尊重了。好歹我在公司也算是个小领导。行行行，领导啊，
您就别再给我上课了。来，领导，把嘴塞上吧。有吃的不早拿出来，我都饿了。没听说。你看，采光多好，是吧？那边呢，就是咱们自己的小公园。阿姨不是喜欢跳广场舞吗？特别方便，也没人投诉。哎，这样您先看着，接个电话。阿姨里边请，叔里边请。喂，叶叔叔。丁文博吗？哎，我有件事儿问问你啊。哎。我们家新买的这个房子是几门几号啊？一凡跟我说了，我忘了。26号楼301601，怎么了？啊，好嘞，哎，你忙着啊，你忙着，好好好好。哎，喂，叶叔叔啊，喂。咱们接着说啊，来，叔叔阿姨里面请。拜拜。哎，这就走了，这没规矩啊。站住！姐，这么早？你跟你们家小叶还这么腻啊？没有，他嫌我睡觉吧唧嘴，我前天睡觉打呼噜，烦着你。哎，我们家老沈也打呼噜，后来我给他买了洗鼻器，好多了。我也给你买一个。哦，不用不用，姐，哪能花您的钱呀？啊，要不你把链接推给我。魏银好点没？好多了。啊，我给你买点小米粥吧。啊，不，那小米纯绿色的特别好，让叶一凡他爸给你煮。不用，家里有。谢谢姐。每天喝一碗小米粥，然后别吃辣的，少吃凉的。啊，这独舞江湖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赶紧把身体养好。这不还要减呢吗？我一个人哪撑得起来啊？姐的资源就是你的资源，别客气。嗯，哎，待会儿再聊啊。哎，刘振儿，哎，三单元。哦。哎，谢谢啊！哎，来，哎呦，哎，我先住，我先住。这电梯也忒小点了。是，哎，好，你，哎，这保洁阿姨不在。里边有洗东西的声音啊，在。来了来了，嘿，你们找谁呀？我是这儿的业主。业主，你们走错了吧？我东西放，这怎么回事？我真是这儿的业主啊，啊不是。我儿子是这儿的业主，我是业主他爹。神经病，您赶紧走啊！再不走我可报警了。你报你儿子的名字呀？啊，我儿子是叶一凡呐。
是叶先生他爸呀。明白了吧？哎呦，你们这家人呀，可真是把我给搞迷糊了。别迷糊，你看我儿子在上班，我呢是路过花卉市场买点东西。阿姨，你忙你的，我不耽误你，我把东西放在这儿啊，继续接着打扫。哎，干嘛干嘛呀？还阿姨，这么大岁数，你管谁叫阿姨呢？啊，真是，赶紧走。哎，再不走我可真报警了。神经病。这是你们家吗？喂，麦哥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你打给我的？刚才黄姐给我打电话说房子不卖了。啊？不，什么情况啊？这么大的人，啊，出什么事啊？不，为什么呀？被人截胡了？他说让我问你。问我？我干啥了？他问我？我问谁呀？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说你有病，还有你们家老爷子有病。喂？关门。去吧，去吧。嗯，我手柄去哪了？是被爸抢下来了。啊，行了，自己去找去啊，去吧。燕诺，行，走。那你爸回来要是发现了怎么办呀？我爸回来，他回来得6点半呢。我吃饭之前就把他。关掉。没事儿，你都后遗症来就后悔了，还没事儿，疼不疼？不疼啊，疼就好啊。你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就好啊。来，下来走走，我看行不行？一会儿啊，你跟优诺去他们家吃饭啊。这我现在还不饿，现在如果6点半的出发。嗯，那去玩一会儿去吧啊，去吧。行，爸，你别多想啊，不赖你，孩子嘛，摔摔打打的。那个，我进去收拾收拾。吓死我了！
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爸，我知道您今天受委屈了啊。嗨，这事儿吧，怎么跟您说呢？小孩没娘，说来话长。您先忙啊，等您有时间呢，忙完这段啊，我跟您好好解释。哎，现在就解释，我今天不忙，说吧。这事儿吧，这么说吧，白色谎言您听说过吗？说谎还带色儿啊？知道小时候说谎什么结果吗？我上去就一个耳光。要不是你小心眼儿，我至于吗？啊，说谎还是我的不是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你挑拨离间啊？天天让我防着点我媳妇儿，咱这话哪说哪了？我回头让您儿媳妇听见了得多伤心啊！儿媳妇对你不好啊，你自己摸摸良心，是不是？回去，回去做饭，你行吗？做。哎，这是我做什么饭去？我啊，拿我28万去买房子去了，钱还没交呢，还骗我说，找了一个这个保洁开荒呢。安的什么心呢你啊？是不是就惦记我这棺材本啊？啊！爸爸，我就为您那28万，我得下多大一盘棋啊！啊，您儿子有那脑子，能混成今天这样啊？你脑子不好使，我们都知道。你媳妇脑子好使，你别在这装聋作哑了，顶着二宝的名义招摇撞骗。你们两口子安的什么心呢？爸爸，这钱是您的，我们借的，付您贷款利息。嗯，别说这个。你现在在我这儿没有信用，老赖知道吗？在社会上没法混，火车坐不了，飞机坐不了，这社会上不容你。打住啊！您先别给我上课，您换一个思路啊！这钱啊，您先放我这儿，您将来养老送终还得靠我，所以你信也好，不信那也没别人啊，总比你那钱买什么小额贷、什么什么什么买那保健品打水漂强啊！小子，威胁我是不是？好，快进。今天啊，咱就把话说清楚啊。我将来养老，我绝不扣你。好，那我给你录下来了啊。录下来，不许赖账啊。哎，好，行。我跟你说，我将来到了那天，我把嘴缝上，我把鼻子塞死，我憋死我自己，我不落你小子手上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事是不是？拿过来，我存折。你怎么跟小孩似的，爸？我一把存折给我。哎呀。这存折钱我已经取出来了啊，存折已经报销作废了，没了。存折呢？存折呢？存折呢？这是什么？未妊娠？没怀呀？ This one is little B. This one is little B. 是这样吗？ This one little B. This one is little.嗯，陈丽老婆是不是回来了？没有啊。怎么样？我都看见她买卫生巾了。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没有，我还调侃了她两句。嗯，那就是快回来啦。看到这儿。饭后甜点。害我。哎，吃吧吃吧，出差一周吃不着了，路上慢慢减。嗯，真满足。吃完这个直接躺下睡觉，这一天才叫圆满。叶一凡怎么还不来啊？嗯，来了。夏茹呢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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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了？我爸知道你没怀孕的事儿了，怎么知道的？你告诉他的？我没说，自己发现的。那证据确凿，我只能坦白了。那离婚的事也跟他说了？什么？你们离婚了？This one is little B. Little B. 是我们吵到他们了吗？哎，你们俩什么情况啊？啊，怎么什么意思？孩子没怀？搞错了，搞错了。何佳茹，你这一天天，你说你拍什么纪录片啊？啊，你们家就一活生生情景喜剧。亏我这还天天劝你说再生一个孩子好，跟乐乐有个伴儿。你说我俩在这干嘛呢？啊，无实物表演啊？
梅怀挺好的，你看我现在想吃什么吃什么。吴海一身轻，真服了你了。那离婚怎么回事啊？你说你们俩这老人家不跟你急，我都跟你们俩急，天天蹭吃蹭喝带孩子的时候想着我了，这么大事儿不跟我说一声。没离，假离婚，这不没离成，我就想就不跟你说。我以为佳柔跟你说了嘛，就在盖章之前发现没还，要不然离婚证又拿到了。为什么要离婚啊？买房吗？你们有名额呀？没钱啊？你妈没给你钱？给了，给了，他妈给了，他爸也给了，就还差点。我那时候不是找过你吗？哎呦，你当时跟我说，我当时就给他们退回去了。你跟他们交情不深，不能给他们留下出尔反尔的印象。哎呦，合着弄半天，你是在帮我这破落户撑门面呢是吧？你说你要有这心，你早点帮我找个对象不好吗？你不说我都忘了，我昨天认识一个人，就是开学典礼认识的，一个中年人，离婚三年，老婆孩子都在国外。人长得还行，就是那种霸道总裁范儿的，他就喜欢你这类型的。可是你说你这婚还没离，这线到底牵还是不牵？下班的男人微微发胖，发型还跟去年一样，把梦揉碎敲塞给甲方，终究没派上用场。享受的快递总在路上，秋天又在了，心情一整箱，窗外人浪像片海洋，还能不能迎头赶上。时间的手拉着少年郎，不再是来时的匹马单枪。我们曾怎样遍体鳞伤，回忆不会比生命更漫长。好吃的饭在餐桌上光，在窗台上日子过得漂亮，喝一碗热汤，烦恼都化为过场，幸福回到想去城市的灯火昏黄，邀请你跳一曲素履所往。后半夜的风有些微凉，我们的手不能放，好多话还没有讲。彼此的避风港。